十一月二日，第三代杂交水稻“三优一号”衡南双季晚稻试验示范基地现场测产结果公布，其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一十一点七公斤，加上七月测得的早稻平均亩产六百一十九点零六公斤，第三代杂交水稻成功突破周年亩产一千五百公斤目标，达到一千五百三十点七六公斤。 当天一大早，测产专家团队便来到位于湖南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简短的仪式过后，收割机便驶入田间开始机收。关心收成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通过视频连线，时刻关注着收割情况。由于阴雨绵绵，收割进度并不是很快。下到田里的专家们一边拔尺测量稻田面积，一边组织人手对因雨情造成的收割机移收稻穗进行实检和收割。 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湖南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在我身后呢，收割机正在对今天要测产的试验田进行紧张的机收。那测产专家们呢，也是到了田间地头来实践收割机遗落下来的稻穗，来保证测产数据的准确。 从净种育秧到插田灌溉，以及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第三代杂交水稻生产全程都参与管理的衡南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甘宗衡告诉记者，此次测产的双季晚稻于六月十六日播种，七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进行的移栽，八月末进入始穗期，九月六日进入齐穗期，但由于阴雨时间长，气温偏低，一直到十一月才进入最佳测产收割期。 不过今天今天这个损失率我现在确实下是心里有有有有点有点，有点嗯、蛮蛮沉重的，就损失太多如果今天天晴的话，损失率不肯定不会这么高。啊，就是又下雨了，所以这个收割机师傅也跟我讲，他说天晴的话呢，那好的多，信心还是有。嗯 <laughs> 尽管雨天对收割过程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测产流程，专家团队在中午时分准确测算出此次测产晚稻的平均亩产为九百一十一点七公斤。同步获悉此消息的袁隆平高兴之余表示，下一步要将衡南经验进行推广，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